在新西兰实现樱桃自由，干了这一桶。OK，Hello，、oka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Vlog， 这是我在新西兰的第五个 Vlog。那么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呢，是我们家的阳台，然后我的后面就是皇后镇。今天是个大晴天，然后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对吧？非常的好看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常待，然后喜欢这里的原因，非常的棒。然后这一周也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又跟朋友们一起在休假的时候又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我们去采樱桃了，非常非常大的樱桃，真的实现了樱桃自由那种
边踩边吃，最后还可以打包带走，真的是过得太爽，真的是太爽了。这一周也经历了 Christmas Party， 就是我们公司的 Staff Christmas Party， 非常的开心，但是那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然后也做了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，相信刚刚的视频大家已经看过了，是不是还是非常的有意思。其实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会发现其实快乐真的来的可以来的很简单，你不用说花多少钱去多么多么远的地方，可能生活当中的点滴就能够让你过得非常的开心和有意义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很简单，也没有什么尔虞我诈，可能这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种环境。然后的话，我也是希望能够把我的欢乐可以去分享到给更多的人，也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。 OK， 那这一周就过得非常的开心。那么接下来这一周呢，因为是圣诞节加元旦节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如期的更新。接下来这一周的话，我们会非常的忙，因为这边是旅游胜地，然后旅游城市会有非常非常的游客来这边旅行，然后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如期的更新。那么首先在这里呢，先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、元旦快乐、双旦快乐。OK， 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不会说对不上焦吧？我现在要把自己焦给对上之后，然后再拍。测试，这是一个测试，我只是想先试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如果 OK， 我再继续拍。OK。